干牛的妹儿，我操，一刀下去了。看没看到麒麟刀？这就咱家麒麟刀在切肉切菜啊，着急就拿着，我不给你试试能行吗？爹呀，着急。看好了，一刀往上轻轻一放就行了。来，大哥来，你切个布，你试试来。这逼玩意儿能切下去吗？这玩意儿好切啊！大哥，我告诉你，什么难切，牛奶难切。你稍等一下，我来来来，大哥来。把脑瓜放上。你稍等一下，我来。要疯了！这玩意儿，这是牛仔不？这是牛仔不？还说这玩意儿好切？妈呀！还说这玩意儿好切了？不好切，大哥，我再给你拿个砍刀看看骨头是什么。拍任何的生姜大蒜，你看不见？大蒜生姜，你家刀不敢拍。我的刀，我的刀，把骨头给你拍碎了。我的刀，看没看到？把骨头拍碎了。我让你看看，一起的红花梨木的刀把不会断。砍大骨头，看没看到？这牛的妹儿，我操，一刀下去了。看没看到麒麟刀？这就咱家麒麟刀在切肉切菜。啊，着急就拿着，我不给你试试能行吗？爹呀，着急。切不动你得来回锯它，就你来回锯你也不能切，你也不一定能切得动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刀前面就这点刃，时间长了没有钢也废了。那咱家切片刀你看好了，你家买的菜刀前面就点印，我这把刀看清楚了，一块钢板绳你做出来的，因为这把刀全部都是钢的，时间长了不像你们家买的菜刀切不动了。那这切片刀这么快，在超市里多少钱一把？今天你不用在这儿买，我告诉你，你上超市问一下价格，你再回来。假如说超市里真是卖128一把的，你回来，咱今天推广期间买一把切片的，再送你个砍骨刀，大骨头，看到了吗？大骨头一刀就断，不用你回第二刀。要过去你家买的砍刀砍过骨头以后再切肉皮就没有新的快了，对不对？那咱家的砍刀砍过骨头以后切肉切菜还是一样这么快。今天宣传期间下雨天了，希望今天买一把送一把，下雨天我再免费送你一把小剪子，干什么用？回家剪烤鸡烤鸭可以，咱这把小剪子回家剪棉布特别的锋利，三样总共100。行，我来给你试试，我不给你试能行吗？刚才大姨说，妈呀，看着挺好，拿回家都像他做实验的一样吗？我不给你试试行吗？十个卖货九个骗，都他妈拿个真的给你做实验，在我这挨个试，再给我听一下。大哥，拿一套往上走，这是啥玩意儿？前头给完了。牛鞭上，牛鞭上，今天不管你啥鞭上，在我这儿，我也得给你切了它，知道吧，大哥？牛鞭上咋的啊？牛这啥玩意儿挺硬啊，比我肉皮都硬啊。让他俩先吃饭了。一会儿包你一个，大哥，再你拿砍刀试试来，砍大骨头切一下试试，大牛骨头啊，我得让你自己砍一下，看看行不行？使劲，用劲一下，大劲。骨头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看看，大哥狠了，急眼了，劲儿不行，妈呀！操你！妈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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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身上切刀，不是那咋的？这溜达一趟，又买八。咋让你切就不行了是吧？对啊。你过来，来大姨给他切。你切肉白费，我让你看看，来大姨来，大姨给他切肉来，你试试来。这男的和女的区别在哪儿？你看人家切的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唰唰的。咱家不干活，干吃饭不干活，你一天。回家帮帮我大嫂子做做饭吧。你看人家切的肉，到你这我切咋不行呢？我给你砍骨头不行，我得试试。不是太太太。不行，大姨，我得给你砍砍大骨头回家啊，看不见。买刀啥？你啥意思？这咋意思？100块钱搞特价，今天买一把还送给你一把，这两样100块给你试好了，我给你装上，不给你试你还感觉怕不一样质量呢啊！给你试完再拿走啊。哎，那俩还不一样。哦，你看好了，就你家切片刀切个瘦肉还行，说句心里话，你要切个鱼，你要片个鱼片，看没看到？妈呀！哎呀，怎么打滑呢？怎么打滑的？你看不见，切不了这鱼片，看没看到？你看咱鱼片这效果，哎呀妈，这啥呀？这切鱼片，看没看到？切鱼也可以，记住了，快到什么程度？就拿个手指头往上一拎，就这么轻松。而且别说切鱼切菜了，我再给你拿个砍刀，你再试一下这砍骨刀，砍大点的骨头，你家刀是不是会缺口啊？你看看这砍刀，你拿你家刀一刀砍不断，你还得来回砍，而且砍完会锯口卷刃。我让你看看咱家麒麟刀砍过的效果来，你看看大叔，没咋地吧？你再拿着切肉切菜，你再看看咱家麒麟刀，你看那快不快呢？啊，你再看看咱家麒麟刀的。